好，打了大量的白醋。那今天又来到了这个老张的开机现场啊。老张在那边正在是给藕片焯水哈，今天有一个两麦藕片，过完热水，过凉水。今天咱又是一个大场面哈，四口楼的四口锅哈，对面有两位大姐正在切牛肉，咱这边是已经准备好的菜品了哈。这一桶是大粥的哈。这边用薄膜盖好了，这个是红烧鸡块，这个是红烧狮子头，这个是玉米炖排骨，这一大盆是大青虾啊，现在还没做这个大青虾。这边的一大锅是麻辣大雷鱼，满满的一大锅哈。两麦藕片啊，盐味精鸡精，啊，白糖放的挺多啊，再来点花椒粒儿，来了两把花椒，来点姜丝儿，好，大量的白醋，好。中间这口小锅里面正在炸里脊肉，那客人陆陆续续开始进场入座，马上开始上菜。满满的一大锅麻辣鱼哈，下锅了，炖好了已经啊。好，这一大桶是烧鸡已经炖好了。热腾腾的大烧鸡啊。好，老张还在那边紧张的制作当中啊，今天绝对是个大场面。老张呢已经把袄脱了啊，穿上半袖了。今天是260位，16道菜啊，就是俗称的28大戏。咱来看看到底有啥菜啊，马上开始上菜了，这都发盐发酒开始上菜啊。两块钱一瓶酒，烟酒发迹呢，紧接着开始上菜哈。第一道菜就是先来了一个红烧大肘子，这肘子都已经炖脱骨了哈，太有食欲了。这满满等等的客人呀，目测也有好几百人。来了一道特别爽口的小凉菜哈，这个就是凉拌藕片，上了一道大肘子，紧接着来了一道解腻。
菜叫啥菜，我们这边叫八星肉丸子哈，有的地方可能叫是红烧狮子头。这道菜是辣椒炒鸡块哈，也紧接着开始上桌。这几道菜上菜的速度啊上来了哈，节奏特别快。这一道是京酱肉丝哈，又是满满的一大盘。大块的红烧肉也紧接着跟上啊，又跟着来了一盆细粉白丸子汤。看看这一盆是啥，小酥肉又是满满的一小盆。咱这是260文，总数16道菜已经上齐了哈，这是最后一道菜小酥肉。